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亚马逊视频营销攻略解析，卖家不可错过的八种视频类型。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每天有70多亿个视频被观看，毫无疑问，视频是推行产品和服务的首要方法，图像和视频是在线销售各类型产品的关键。比如很多亚马逊推荐 Amazon S Choice 产品和最畅销产品都录制了视频，理想情况下每一个产品页面都应包含视频。视频的类型取决于产品用途、成本以及品牌。以下是有助于将访客转化为客户的八种常见的视频类型。一、为什么选择视频推广产品？为什么视频如此重要？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世界，人们希望快速获得准确的信息，即使是10秒钟的动画也可以提高销量。视频多长才算完美？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。60秒钟似乎是最棒的选择。虽然某些产品需要更长的视频，但关键在于呈现简单的概念。有时候提供几个较短的视频比一个很长的视频效果更好，但是 PaperFit 的5分钟重播视频是一个例外，因为它能让人看得停不下来。虽然视频是产品描述的组成部分，但它不能完全取代文字。即使大多数购物者涌向视频，有些仍然喜欢阅读文字介绍。深入研究产品的消费者可能依赖文字来解答他们的某些疑虑。最后，虽然视频是娱乐性的，但它的内容不能像文字一样被搜索，因此视频名称至关重要。取名时请使用适当的关键字和术语。二、八种将访客转化为客户的视频类型。一、展示生产流程的视频。这种视频主要是向消费者展示产品如何被开发和制造出来，视频中可以包括一些制作的特写镜头。二、开箱视频。这种通常适用于科技类产品，展示把产品从一个密封箱子中拿出来的整个过程。这类视频不仅在 YouTube 上很火，而且经常由消费者和评论者发布，能给公司带来很大好处。三、测试型视频。这类型视频经常用于测试产品的极限。搅拌机制造商 Bentec 推出的它能搅碎吗系列视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公司录制的视频也展示了其手机钢化膜如何抵抗螺母、螺钉和锯片的破坏。四、空间浏览视频。可用于家具和家居装饰网站，视频可展示配置了卖家各种家具产品的房间和空间。五、使用方法视频。该视频适用于大多数产品，可以描述如何使用某款产品，如何安装、清洗和穿戴，以及产品存在于哪些生活场景中。例如零售商 retrapnet.com 利用视频来展示如何使用线墙贴。这类型视频内容可以与产品有关，而又不完全局限于该产品。六、对比视频常用于比较相同类型产品的不同型号，或某个产品与其竞争产品的比较。比较竞争产品时，请务必遵循恰当的规则和合法性。七、产品使用视频。这类视频很简单，就是展示人们正在使用该产品，比如运动员穿着某品牌的运动鞋，或者也可以包含使用技巧方面的元素。八、搞笑模仿视频。每个人都喜欢笑，如果搞笑视频运用得当，有助于拉动产品的销量。比如强力胶 FaberFit 合作便器脚踏板 Swapty Party 所产生的病毒性视频就属于此类。一般制造商都提供产品视频，但定制视频往往效果更好。不过如果你只有制造商提供的视频，也不妨使用它。三、亚马逊视频营销常见问题攻略大全。如果说一张图片可以代替1000个字，那么一段视频比得上10000个字。在亚马逊详情推广页面上传产品视频，能加速购物者的购买决定，并提高产品销量。据了解，目前只有亚马逊供应商及自营能使用视频，但未来这一功能或将对第三方卖家推出，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下它的相关内容吧。亚马逊上的视频类型有哪些？
广告视频、使用技巧产品演示视频、开箱视频、产品对比视频、DIY 视频、视频博客、提交亚马逊视频短片有哪些要求？提交的视频必须遵循所有的亚马逊准则才能获得批准。视频可能会出现在相关产品推荐页面，但不会在竞争对手的产品页面显示。高品质视频遵循亚马逊的视频质量要求，对含有不恰当内容、声音或解决方案的视频，亚马逊有权驳回。亚马逊要求视频不能包含产品评论、亚马逊以外的网址、不当内容、积极限期特价或价格折扣。视频只能与卖家账户中的相关 ASIM 相关联。正确的视频格式、可接受的格式包括三具体 AC、AVI、FLV、MOV、MP4 和 MP8-2。 缩略图，屏幕宽高比为16:9，建议最小宽度为 1920px。 接受的格式为 JPEG 和 PNG。 原数据，视频标题最多100个字符，视频简介最多400个字符。视频类型和相关 assets。 能上传一个客户评论视频吗？不可以。客户评论需由消费者通过评论板块提交，任何客户评论视频都将被拒绝。一个视频可以链接多个 assets 产品代码吗？可以。一个视频链接多个与视频内容相关的 assets， 这样视频会出现在相关 assets 页面。卖家视频会出现在什么位置？视频会出现在产品详情页面的相关视频短片板块，如下图。视频会出现在主图位置吗？不会。视频会出现在产品详情页面的 Related Video Shorts 相关视频短片板块。视频有长度限制吗？亚马逊没有明确规定限制，但如果视频超过25分钟，很有可能无法通过审核。卖家能给购物者提供亚马逊视频的链接吗？可以，因为视频在亚马逊上面展示，提供链接没有问题。卖家只需找到视频的 URL 地址，然后进行发送。亚马逊不希望把购物者引导到平台之外的其他网站，比如 YouTube 或 Vimeo。 卖家能把视频添加到竞争对手的 listing 中吗？不能。在竞争对手的产品中链接视频违反亚马逊的服务条款，视频只能与卖家自己账户的相关产品相关联。